这轮子，哇塞，这轮子都有十几二十斤啊，你说我这个车重不重？哎呀呀呀，起码有十斤，十公斤啊，起码有二十斤了、啊、这个轮子，真的，没有二十斤也有十五斤左右，好重。来，朋友们，这个螺丝是这样搞的，搞过来的，这个螺丝比原来的粗多了。弄了三颗螺丝，你看，必须这么弄啊，因为之前的螺丝断在里面搞不出来，它的螺丝太细了，它没办法弄。还有这两个，这破口了，这个也破口了，经过是店老板帮我这里打胶，哎，这个牢固度肯定是比原装的也好了。来的，把这个现在车子举起来了，再把这个轮胎放进去，哎，有点放不进去，嗯，可以了，啊，轮胎放下去之后，再把这个往下放，然后慢慢的对准那个螺丝差不多了，就可以。那边我用千斤顶，那边还有个支腿，那个轮子是塞着的，它不会打滑。现在我要钻下去了，确保没有安全隐患，然后钻下去。终于把轮胎上上去了，搞好了。现在把前车接过来。好，我把电都打开了，我来感受一下。这个感受得到的，之前因为螺丝松了，我能感受得到。这个紧了之后，看一下，哎，刹车刹了吗？我有刹车吗？我去，难怪的，难怪刹车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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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，嘿，想跑啊？让小强。可以，没有问题，很轻松啊。我把车骑到这里来，让雪橇就怕我走了，生怕我走了。我再转一圈看一下，没有问题，感受得到电机的牢固。提桶水过来洗菜，走，铁锹。一桶水上来全是荤菜，都有一小盘了。
哎呀，把香料搞里头，出锅！哇，这个豆腐煮得好香啊！每天都是刚刚好，吃了一点也不剩。再提桶水上来洗碗。今晚的月亮好亮啊，小溪里面还有灯亮着，还有人在那里玩，我也要准备洗澡去了。